我今天来是来接狗狗回家的，我今天领养了一只狗狗，改了个名叫波波。咁咧，我哋好开心可以接到波波翻屋企，咁成为我哋屋企一份子，陪伴住我哋。咁我哋特登拣翻喺 ARC 呢度去收养狗狗咧，系因为觉得呢度比较可信啲，同埋觉得呢度嘅义工有爱心啲。咁喺呢度收养狗狗咧，系需要接受一个考试嘅。咁考试都难嘅，不过就增长咗好多知识啦，对狗狗嘅知识。咁希望大家支持。领养狗狗和多些来做义工啦，拜拜。